甩拖绳陪妈开餐，文年识面。乖仔啊！大你吓，你哋辛苦啦，冇食饭，有冇同妈唔食饭？之前食咗噶啦，咁啊乖啦。你仲乖咧？前晚带埋成妈去同记食大餐喎，仲手拖手啊，妈住走。冇咗女友啊，时间多咗啲嘅。呢种红袋林会唔会唔惯啊？好埋啲啊，好埋啲啊，好埋啲啊 ，OK。眼大煞气，好好好好，嗱，我唔讲只熊啦吓，讲下只狗啊，不如佢喺商台申冤啊！由细细个真系乖乖去，爹哋妈咪叫我做乜嘢我就做乜嘢，我冇俾人闹，唔系去到呢啲位，唔会俾人冤枉啊！但偏偏系你啲冤枉，令你身价急升，猪龙入水咧。好多工作其实是未发生前公司已经帮我安排了的了。你说绯闻是不是有帮助，那我不可以说完全没有的。话想大家 focus 在工作上，去到哪里都是这句的，零分啊，重作。